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就是这一年来真的是一起完成很多事情这样子，对。那也不多讲了，就是我们知道，大家也有感受到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觉得这是专属于大家的舞台，好吗？所以再请给他们一个掌声，谢谢。今天马上跳起来，真的。虽然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晚到，但是其实我昨天看到你们的倒数的文章，我就天哪，怎么好感动哦！他们居然要惩罚哎，然后就一直很感动。我觉得有人有看到我帮你们分享你们的资讯吗？对，有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值得，因为今天看到你们今天的表现，跟你们一开始上干的时候那个进度落差是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比我还高。对。我大概零有170啦，对，所以啊，就是很恭喜你们完成了这个惩罚，大家再给他们一个掌声，加一加。好的，我刚刚漏讲了，当然还有我们最辛苦的老师群，耶、yeah! ！对，刚才玉轩说他在台上不紧张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像二燕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坐在楼下，不是楼下，在下面看。他是说他觉得很像在燕歌，所以他不紧张。对，好的，那我觉得戴社长最棒就是今年里面很累，可是当看到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，对，还是再次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个芊芊老师，我有一个笑话送给你。那个，你知道你有一个学生叫小草莓，然后他叫做董星宇，然后我们都会叫他董小草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叫大草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董大草莓。然后他也可以叫另外一个名字，叫赤眼，因为董大草莓。有比杯盖好笑吗？耶、yeah! ！好。阿健，起立。九件，坐着。好。一二三，下台鞠躬。一二三，谢谢。